OK，所以我看了一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先做 credit side 先，然后我们再看为什么，它的那个 amount 是不一，跟它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OK，所以我们这里算出来的 total 是87776。就是你拿你的 asset 不干什么事，只要你的 asset 什么事的话，OK，那我们先看我们的 credit side 边，所以我们的 credit side 是从一开始，对，所以我们的 equity formulate 第一个是我们的 model，这个 model 是你的 model hour，所以你的 model hour 是80320，然后加你的运动 velocity，你要运动 velocity 是6296，然后你就把它们两个加起来，所以你这里你算到这个86616，然后你要填你的 ambulance。所以你的 ambulance 之前有算出来是540，所以你拿你的 model hour 加运动 velocity 的 amount 减你的 ambulance，你会算到86076。然后哈，如果有 liability 不什么事的话，我们要先放 liability 不干什么事，然后这题没有 liability 不干什么事，所以我们直接去 liability 什么事。所以这里的 liability 什么事的话，有一个包 account volume by 呀。所以你的 liability 什么色是1700，也考不明白呀？然后你就把它们加起来。所以你算到的号码是87776，是跟 debit 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做的跟他这里给的答案不一样？其实是因为我看了，就是他这里给的答案是用 format vernacular 的做法来做，然后我们这个是用本土题，就是它的差别在于这个 liability 设这里，就是因为你的 format 不要，通常你是算你的 asset 不干什么事加 asset 什么事，然后减你的 liability 什么事，所以它的号码这里少了1700块。可是我们这里我们用这个 format 来做，所以我们算出来的号码跟它不一样。所以通常如果你们考试的话，那你们算到是英镑的，就是不管 format T 还是 format 本亚德，是英镑的话，基本上有80% 是对的，除非你忘记做你的 Belarusan 了，就是你的 Maluma Tambahan 这里你没有放进去，才会弄到，就是你算出来号码英镑，可是你的答案是错的。所以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
的话，我们来做，一题比较复杂的。我们看，你们直接跳去刷蓝29。你们先自己 try 一下做他的马路马挡吧。然后等下，10点的时候我跟你们讨论。然后过后我要问你们就是replacement class，你们要之后找一天来做好像这样子做 live 的 meeting。就是 Lisa Craft，还是你们要我录 video 跟你们讨论？如果录 video 的话，我就会录，就是我们看我们讨论的完吗？这个刷蓝29，那我会做这个刷蓝30的 example 给你们。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可以直接进爆9。如果live class，我们就要讨论出一个大家 OK 的时间，然后过后我们也是一样来做练习，然后讨论，你们比较 prefer 哪一个？你们可以在 chat 那边，private sample 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或者如果你们还没有决定好你们过后我的电话号码，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我们现在你们先 try 一下我的一题先，29，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我。
你们做到怎样？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马路马坦巴汗。第二，OK，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马路马坦巴汗。第一个马路马坦巴汗，它是讲尼莱央，也就是他评估他的价钱的时候，这个 inventory。在是 November 2017，它的耳毛是23000。The inventory a la la 个车是1800。所以啊，两个东西都是放在你的 asset master 里面。到过后第二题这个比较复杂。就是在29 November 的时候。有一颗安安抓兰，价值230块，OK。然后它这个 not credit 是出在1 December 2017，可是如果你根据它的 principle，OK，就是它的本一地的范还是的布兰哲，你们看回去你们的 principle 有这一条，OK，就是它这个。东西是几时发生的，它就应该记录在哪一天。虽然它这个是发生在29 November 的，然后它的这个 account 是在30 November 的时候才关，所以这个布兰恩卓兰是要放进去里面的。对，所以这个230块你要加进你的布兰恩卓兰里面，所以你算出来的 amount 变成这个2701。OK，那你的 inventory 啊，A 就是他原本给你的23000，你要加115块，这个115块哪里来？是你的这个235.2，你就拿到115。为什么要拿230除2？因为你的这个 brand new goods 你抓，把的 higher cost 加180都够干。就是比如讲1块钱的东西，它卖的价钱是2块，所以当有布兰恩抓烂进来的时候，你的 inventory 就要加回去。OK，就是你拿230除2，就是你的 inventory 要加的 amount。所以你的 inventory 啊，这里要加115。OK，然后马龙马坦巴汉山他讲。Silver balloon 的 rimmer 是1200块，所以这个 silver balloon 的 rimmer 是放在你的 asset master，然后 silver balloon 的 rimmer 是放在你的 asset 里面，OK，然后过后，你的 silver balloon 的 rimmer 这里，它原本上面是给你3000。你要加1200，你不能抵，deliver 的，所以总共是4200。然后过后第四个 balance envelope 要500，这个放进你的 liability 什么是？然后你的 balance 它给你的42970，加500变成43470，放在你的 balance。然后这个第五的，这个比较慢。有两个，是10%，一个是8%。对啊，这个平常慢不达到10%的，你要放进你的 liability 什么里面，因为它的两个嘛是不是超过1年的，还是10年？然后这个平常慢8%，你要放进 liability 什么是，因为它的两个嘛是只有1年。如果你要算你的 fee，它是平常慢。OK，它这里上面有给你吗？应该是没有。没有，这里你的 beta 到什么？你要算出来。就是你的10%的，你要算1整年。OK，因为它2016年开始交，所以2016你就当做它。在2016年12月1号的时候，到2017年11月30号，
所以总共是一年的时间，所以你之间拿10% 乘以16000，然后过后这个10% 它是1月到11月，所以它只有11个月。OK，所以你就拿8% 乘11除12，然后乘以9000，所以你总共算到了12260，在本兰就那边。因为我这里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白塔的饼干们。Balloon，哎，他这里，然后他这里有白的饼干慢聊1350，所以你拿2260减1350，你会算到910。OK，哎，所以你的这个910你要放进你的 liability 什么车里面？哎，就是你还没有的白的冰刀们。OK，它这里用的是白的冰刀们，所以我们也是用白的冰刀们。OK，然后接下来。六个，他是讲他的 sustainable policy permits 的话没有 sustainable，然后巴拉的话是10% adoption，所以你拿10%乘以他的巴拉3万，你会到3000。而叔叔你来的公布巴拉丹，你拿3000，加他的叔叔你来的公布12000，你会拿到15000。而肯德拉安的话，因为他是 by 呢？OK，所以你拿33000减他的叔叔那一个不15300乘20%，你算到这个3540。然后你的叔叔那一个不跟着按15300加3540，你算到18840。OK，然后这个叔叔你来阿拉阿拉个球，或者是你的班车阿拉阿拉个球。因为他这里的方他是讲本地来要什么了，所以你拿他原本的 inventory，就是2000，加他的500块，然后过后再减他的 bug，他拉了个1800，所以你的算到的 amount 是700，来不然就，所以这里应该是不然就阿拉阿拉个就是是你来。OK，然后过后还本账户单然估是432，所以这个432你要放进 Asset Master，就是减少你的 Account Volume 的 Remember 的那边，然后你要不然呢，本账户单然估就是它原本500，现在变432，所以这个68要放进 Asset 里面，OK。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马路马，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你们决定了你们要怎样做那个 replacement class，你们再跟我讲一声。就是要。做 live class 还是 video recording？如果要做 live class，我们要讨论出一个时间。如果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就你们没有问题，你们可以 leave 这个 Zoom 哦，然后有问题你们可以留下来问我。OK。